因便被骂爆大学生异想女友揭分手真相。没班底异想去年六月初成功求婚初恋女友白白白心如，但女方日前却自曝兵变，去年十二月中已和异想分手，男方也认为两人不适合彼此，表示自己对婚姻太冲动没想清楚，但这分手情势，有网友跑到白白脸书留言谩骂，劈腿就承认吧，不该羞辱自己没多好，做人老实点。哎，这白白七号凌晨气得在脸书澄清，兵变也不代表就是劈腿。他也提到过去和异想交往的日子完全没有和任何男生单独出去过，明明都公开交往了却还要搞的，分开也是都想清楚了，不想再委屈自己。最后放上两张异想曾写给他的卡片。娱乐动新闻，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。报道。